是今仔唱的想要悲伤啦，台湾人当然足打拼，有打拼无？有。啊，
但是哦，咱都这么好听的歌声哦，内底其实咱无甲破病，咱嘛爱足欢喜的，对不对？咱是快乐三口组，对不对？哦，咱嘛是快乐电台，就是到底嘛。所以到这，这是啥物？发芽玄米的牛轧糖，老师说的，今日最感谢现场的所有听友。最后一罐到这，因为通通卖光光，也都通通被吃光光啊！大家欢下去，对不？所以哦。这款如果没人买，我就唱掉就结束了，好不好？感谢感谢。我现在现场拍卖，给大家比价，比价哦。这样拍卖吼，应该偌济啊？这个拍卖我看。对啊，你看，今晚老师收下。这点我捡起来好了，继续唱歌。没事的啦。我顶下买六罐拢吃完了嘞吼，这罐有陈老师的签名。顶罐是啥？这罐加油！这罐老师点对。这罐吼，等下销出去哦。老师跟王老师都会唱歌了吼。嗯。啊，这罐代表啥呢？对台中人的感谢。今仔三百几罐再来到这，剩这罐。最后。这罐上抢回来，那无吼，连起也都无吼。起价。我话咱卖讲起价偌济啦吼。对第一声挂上新花。安尼。我谁？两千。千五，阿爷有无？要两千啊。两千，搁有无？五千。两千五，来够无？够无？哇，三千哦！啊，这位大姐，三千叠台下顶，够无？五千啊！叶小姐，谢谢五千。叶妈妈啦，再来够无？那无恁就叶小姐啦吼，叶妈妈啦吼。叶妈妈，嗯。华虾，感谢每一位哦，好，谢谢。谢谢，那请叶妈妈上台一下。上台吼。先上台一下。好，陈老师，赶紧颁奖吼。非常感谢咱这个乡亲，咱这个大姐吼，真感谢你。咱所在啊，台湾已经面对一个真关键的时刻，真需要一股清流来亮点，对不？大家倒支持啊！你看到迄个标着糖啊吼？拍摄甲执行，我特别看到嘿。感谢吼，伊这个心付出真多，感谢多谢在场每一位吼，啊特别多谢王明哲老师，伊今仔日是专门对保卫官来讲，甩这首歌是有关东土耳其斯坦，遐人口数嘛两千，差不多一两百万人，伊相信中国人的白话，和中国人民。然后，伊个少年家掠下来，掠台下台，有一个专门拼经济叫做热比亚，是全中国上好野人，真出名，足好野。那照国民党个拼经济标准吼，热比亚应该足快乐，但这个人被关被掠，伊个囡仔互人推，互人拍，伊走去美国，伫美国推动东土耳其斯坦独立个运动。这首歌曲交予王明哲老师。乡亲朋友。就是台湾建国运动的人，这个片一定爱看。台湾就是欠这款的领袖，这款的真有地位、真勇敢的一位女性。这首诗安尼写，我为的只是花语曲啦，花语诗。这个诗是李崇潘教授，中山大学，伊提来给我。伊讲这首曲伊要制作，要上热比亚吼。我的故乡在远方。地平线的另一边，受异族的统治，故国是那么的遥远。阿尔泰山下美丽的维吾尔姑娘，眉头伸锁，思绪圆欢。天山上祖灵哭泣，乌鲁木齐何其忧伤。难道塔克拉玛干预言了祖国的未来？因这个民族不但文化红消费，中国大行都被红消费。中国人就是安尼样同化，伊内面讲的祖国是家己的国家哦。